你可以再念一次石头啊！你可以再念一次石头。Polini。就是我不能，我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会觉得他讲外文。他念 Polini。那换这个，这个也是单字。从游戏。你在骂我吗？他是不是也吵？吵啦！欸，他很简单。他叫呀。对，石头草就是火力呀。石头草。叫石头草。巨源不是这样吗？有石头，有草，花园呢、啊？哇，天哪，哇棒！就直接讲花园就好了，什么石头草？你们不行哦，奇怪耶。好，直接讲花园就好，花园。到底是在练什么？让我学泰文的。你很有上进心啊。神龙埋。虽然我不是很知道到底是翻对还是翻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蒂儿，你为什么的？你为什么都让我学这么粗糙的东西？他让我学拉屎。还是蒂儿啊？你不知道？蒂儿这个我学不起，他有弹舌音，我不会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又喘了是不是？我马上学。这学什么？大打边。另外一位嘞？蒂尔，现在没生意，你确定要打这个吗？我来看一下大便怎么说。学一些有营养的话吗？扯淡！你到时候去泰国，你就人家跟你问啥，你看你再跟人家回死。什么东西？干嘛？你又丢了什么？你又丢了什么？银子？你是在打小区吗？我打苍蝇啊！我连弯，哈哈哈哈！这是什么？金正呢？金正恩？什么叫狗喝水？你到底想打什么？利尔到底想打什么？我看不懂。你是要讲水狗吗？不对吧？蛮狗，奇狗。那个竹笋是什么意思？懂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好开心。对。懂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讲中文，我帮你翻译了，干我好棒。我邻居应该觉得是疯子，久久不回来，一回来就在这里乱念泰文。哈哈哈哈哈！应该听不到吧？或许不能。但少年团，哎、欸。不是，我说他们没有诚意。你的防弹少年团，泰文他直接就叫 BTS， 他的 B 有一种泰文泰味，他的 B 要翻 V， 所以变 BTS。我听了好几次，我很想要笑小声一点，我怕被骂。可是我又觉得，等下就进来，你妈等下就飞起来。BTS。汤姆克鲁斯来，汤卡路，这个喉咙不出来，我要去一下。他那个噜，他有一个抖，你知道吗？喂，初恋那点小事，请翻译。笑声，一个笑声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快给死了 9IT 那个初恋那点小事，那个太多喉音的包包好鸡腿弄干净弄干净，而且有鼻音，所以听起来有点不一样。弄干净火影忍者，火影忍者就是要拿路火影忍者就是要拿路走拿路走贝莱卡、贝莱拉、波波利娜、贝鲁多，这
咒语。霹雳卡霹雳啦啦啦。霹雳卡霹雳霹雳咒，那个拉怎么的？俄罗斯卡。阿克罗斯。怎么有太稳的感觉？我现在我觉得我念什么都有太稳的感觉，但很认真。